超详细唱歌，平衡混声教学。梦里努力叫我睡，爱在背后往前推。你们唱高音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呢？声音断层极卡不自然。那天瓶子老师教大家用平衡混声的方法唱上去，怎么做呢？要点赞收藏好哦。第一步，我们先来找到别人喊你回应的声音，哎。第二步呢，我们学一下女巫尖叫的声音，哼。第三步呢，哼转内，声音逐渐渐弱，声带收紧。感觉呢，我们再带上旋律，奶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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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演唱。梦为努力浇了水，爱在背后往前推。还有什么不懂的问题，可以直接私信老师"混声"二字，加上你的年龄，老师一一为你解决哦。